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假日学校的巧克力老师。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小孩越来越难带了，但我不认同。我觉得是因为现在的孩子都没玩到好游戏所导致的。那什么是好游戏呢？我们的经验是，孩子们只要玩到好的游戏，就会引发他们天生的好奇心跟勇敢，甚至会变得越来越可爱，还有越来越有人情味。所以我们的频道责任就是要把一个又一个的好游戏带给大家，让大家可以一起玩，一起变得可爱，变得快乐。今天我们就要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游戏，那就是噔噔童年高尔夫。童年高尔夫呢，是一个非常简单就可以学会的游戏，而且只需要一手上的这个瓶盖和一片空地，就可以跟三五好友们非常尽兴。那今天就让我们开始吧。大家好，我们要开始今天的童年高尔夫大赛。静怡老师，第二棒是神射手阿格，第三棒是我巧克力老师，第四棒是我阿成，韩语神童阿成，第五棒是意大利面彩蛋沙拉，这是我的业配商，最后一棒是。中大奖！好。要认真一个编号哦。神射手，要算我，要算我。神射手，大家都太客气了。哇！哇！好努力。对，你们可以听到旁边说比较。啊！不小心全雷打了。阿华，我要闪回。阿成，四棒。阿行，打棒球啊！你看，哎呦，差一点。好，不让哦。好，好好好，不让有干。哇！第六号选手不要激动。哦。比赛型选手。啊！可恶！看他变成中小奖吗？哇！中小奖。三圈了，然后变小哥了。哇！阿东栋，停下！阿东栋，阿德，加油！阿德，可以啊！是障碍，对吧？锦达，你是第二球。对。飞上锦达。哦，锦达也很准哎，会不会要成为地亚军？老二的命。不会，超越你的肉。哎，机会哦。Yes. 究竟巧克力会不会再添一座亚军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哎呦，第一位小鬼诞生。小鬼，等一下，我有压力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哇！好。哇！哎呦！来吧。哇！哎呦！那他让你们了、啊，我要等下就要抽。阿德，
等着我们，等着我们。哎呦，要大鬼了！哇，这个中洞进了就是变大鬼了。哇，大鬼来了，他跟我们在一块。不愧是昨天练习到半夜。好，来看，不是滑手机到半夜。那个，那个地方剪掉。哦，哎，别说。今天阿布吉问我一个，你们知道中国人如果300天不吃东西会变什么？吃中国人？变 Chinese 蒙古。一百天被干扰，一百天大量被干扰。小鬼老板，我要不能输给你。我哟，冠军是否现在就要诞生了呢？是由六名高尔夫名人组成团体进行加赛，团体接力赛登场，还不看爆他？哇，赶紧的，好，下一位。好，那我们就是马里奥派对先攻，皇家队后攻。好，第一棒。Hello， 好，超劲爆，这算是近一点，因为是接力赛，所以尽量把它打得离洞近一点，队友会比较好打。耶、yeah ！啊，阿鹏，打那个洞是不是？就是要打到生火区。生火区啊！哇、yeah ！耶、yeah ！哇！哎呀，不错，你一波汗。好，来帮我加持，加持加持。我也没有。帮我按摩。哇！好 ，OK。把屁股坐在他头上。哇，真的有加持。好，再蛇跳，耶！谁要来？他要来了，他要来了。还要派对。哇！派对。蛇。你看，居然是诅咒成功！哇，然后把这局结束了。把他嘴巴封起来，你封起来。哎呦，你请采访警察加油。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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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可以往后，所以我觉得运盘比你最好，完蛋了，我没有干扰，两个手掌在动，不用炸死。最后一轮的反攻，皇家队也没能扳回两圈的颓势，团体接力赛就由马里欧派对获得最后的胜利。亚军是圣殿骑士皇家队，获胜的是马里欧派对。